第二，尔时间的奥巴马；第二，尼歇尔奥巴马；第二，安东尼·布林肯；第二，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我今天呢，上午呢，做了一个，今天是7月1号，这7月1号。对于我来说呀，有两个意义。一个呢，我有一件事情要坦白的交代一下，我希望能够从宽处理一下，就是我呢来到美国呢，非常我退休以后十五年前，2007年来到美国。是因为我退休了，我女儿在这里，我只有这一个女儿。而女儿来讲呢，我们就是说养，中国人叫养儿防老，而我把女儿呢就当成我的全部的这个最重要的资产吧，就是我的这个我最大的遗产，就是我有个女儿，就是我的。我和我太太的这个一生奋斗的一个结晶，其他的钱财啊都是身外之物。哎呀，反正我觉得呢，对不起，我做个录音。对不起，我。因为我自己呢，有的时候啊，自己手忙脚乱的，现在越来是越老了。刚才我去买菜，在那个下坡的时候，就滑了一跤，就和拜登摔了一跤差不多。但是我起来之后呢，感觉到自己，以后要小心，这样的事情，那个下坡的时候特别要小心。所以我就感觉自己为什么有时候自己很矛盾，我觉得矛盾，一个是呢，我觉得自己应该低调一点啊，我是不是有点太张扬了，而且想着自己年轻的时候觉得，我父亲呢，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父亲对我说过一句话，叫委曲求全，潜龙勿用。哎呀，我就听不懂，当时我在14岁，哎呀，我听不懂我父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委曲求全我还勉勉强强能听得懂，潜龙勿用，我就一点都听不懂。我后来我就等着要沉住底气，要经得起磨难，有的时候就这么讲呢，人的一生啊，走得顺利了。这个对自己来讲呢，并不是好事。这个人生呢，多经历点磨难啊，会变得聪明一点。我觉得呢，自己现在呢，确实是比以前，比以前呢成熟了一点，但是还是有时候很幼稚。我觉得，我是个党员嘛，有时候，这个对党的一些政策啊，提出一些批评、一些建议，你看，也就是说我今天上午就说了，这个是我的入党申请书，然后这个就是我1999年、1995年，一直到2000年写的给中南海、给台湾的这个台湾的总统府。给台湾的亲民党和那个国民党的那个主席马英九啊，陈水扁啊，宋楚瑜啊，新党的穆永明啊，都把我的观点呢、就坦诚的跟他交换一下。我想呢，就是说因为呢就叫做邓小平设计了一个这个82年提出了一个
解决台湾那个邓小平的那个邓六条。我觉得从我在大陆这个理解，我理解邓小平的已经非常宽容、非常包容啊，非常就是大度了对这个台湾。但是台湾认为这个不可接受，所以我就觉得叫探索一下，我抱着一个探索的精神，为什么不接受呢？台湾人为什么不接受这个一国两制的安排？为什么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反过来，我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事情我就在探索我就在找这个误差，就像误差分析嘛，我就是找这个误差在两岸的差距在哪里，认知的不同在哪里。我反过来，我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就容易理解台湾人为什么不接受一国两制，为什么不接受那个和平统一。因为这种就等于是说台湾呢，你不承认，台湾不承认台湾是一个政府，对等的政府，他要一个对等。这个问题呢，我一开始呢我是模糊的一开始认识的，我说我是模糊的，我说这个问题暂时不谈。我接受了邓小平那个思想，就是不谈中央和地方。但是不行，台湾人不接受这个东西，你把我人格矮化了，我就不接受因此就发展，越来越发展，就发展成那个李登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中华民国在台湾，就形成了两个国家，一个分裂的话，就等于是南北战争一样南北呢，我说那个我是个邦联你是个联邦就这样子，就是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这个时候我就有点警觉了，这个时候中国这个一元化的，你这样一分，不就成了一个封建的社会了吗？封建的一个国家，国家实质上没有统一。所以我就提出了一个，就叫同心同国，和平统一，共建家园，然后依法治国。我是这个时间呢，是1998年，1999年那个时候给中央行，1999年那个时间，江泽民1999年是江泽民。江泽民1995年那个提出的江八点了，因为江泽民的那个书记呢，跟我父亲原来是同事，有个第三代，他们是曾经有个同事，我也把我的呆光的呢，也在1995年就跟他讲清楚了。我想呢，既然而且我是1986年是蛇口工业区台胞胎所联谊会的会长，我想我这个身份嘛，坦坦荡荡，我既没有那个个人的目的，也不是说想要推翻和你中央的唱对台戏，但是我从数学的角度上来讲，我认为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其他的理论能够解决中国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个不符合唯物辩证法，不符合实事求是因为一个政策你要让他对方能够接受，你这政策的另一方，台湾的话，你要让台湾人民来接收，你的受众的呢上下同意才可以。我现在提出的，就是今天就现在提出这个T2 idea， 就是站在这个经过多少次的磨练，经过几十年的磨练，上下修正，左上左下右不断地修正这个和平统，邓小平这个和平统一和我们国台办这个九二共识没有共识的共识，再找到了这么一个 T2 idea。 所以呢，但是没有能够传递
能够表达我的，我就是要表，我现在就是要，今天7月1号，上帝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认为我这个解决方案呢、啊，比我原来2020年那个同心同国，啊，那个和平统合那个观点呢，更近了一步。也就是说，我在处理这个台湾问题上，啊，现在那个什么台湾问题呢，不但考虑到台湾这个避免这个战争，啊，避免这个战争，因为台湾不接受这个一国两制，也不接受啊，这个和平统一的安排，啊，就是维持这个战争的现状。沙利文呢又提出来，我就是让你们维持现状，不打仗，就是维持这么一个模糊的现状。我认为这个不是个沙利文这个方法呢，啊，不符合啊这个事实。沙利文毕竟年轻了一点，啊，那个布林肯呢又跟杨洁篪呢就讲了要按规矩办事，但是我觉得规矩就是事不一无益，一无益啊。我们总在这个规矩上的，我们总在这3个公报上面，总在这个台湾关系法上，不把它明确这个责任，这个就是一个讲不清楚就打不准，就测不准原则，测不准就像导弹，你一个导弹过来，我一个导弹迎接你打过来，我接着扛着，我打过去你也扛着，这个样子来讲就是承受着一种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么一个焦灼状态。哎，这就是我们1982年到2022年这个俄乌战争以前，两岸关系、中美台关系就是这么一个观点：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没有这个导弹呢、啊，没有这个没有制导武器、反导武器。那么我觉得，现在到了该水落石出的地步了。因为我提出这个解决方案是完全符合啊美中台三方面的利益的。原来邓小平的想法比较简单，他认为只要跟执政党、跟国民党、跟那个这个蒋经国谈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啊，大家都在一个中国啊，一个中国的基础上，你中华民国，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都是中国，认为这个是在邓小平有个一个想法，就在于人治啊，台湾蒋介石的时候是人治，就一个人说话，啊，人就是人。一人说话，百人都听的，啊，这个叫做专制这个体制，嗯，那个专制，邓小平这个体制里面也有一个啊，我是这个核心党，一个党的核心的话都，那个党是领导一切的，那这个就在中国这个行得通，在台湾来讲，啊，你国民党不能代表一切，民进党也不能代表一切，同时，这个又是个表面现象。台湾人民说了做不了台湾的主，大家认为我说的话，啊，可能会有点过分。台湾2300万，那个说都说啊，多少人都说主，那个李登辉说主权在民，蔡英文说那个什么2300万台湾人，因为你这个邓小平说提出这么一国两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件，就是台湾人治理台湾，啊，香港人治理香港，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是一个不完全、不完整、不周延。为什么呢？台湾是全中国人的台湾，全中国人民是台湾的主人，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香港，不是香港人治港。是全中国人民在啊拥有香港，这个虽然是你在表面上你这个一国两制的缺陷，啊，我回头把9大缺陷一点一点提出来，
我今天不愿意谈，就是避免啊刺激习近平啊，他是强调一国两制啊，平稳致远，只有一国两制而没有其他的方法来解决香港问题，这就是形而上学啊。我不愿意你今天呢刺激，今天这个政习近平呢要二十大连任，我伤他的这个威风啊，我就是不给他面子，这个事情，他受不了，我怕他受不了之后呢，对我产生一种抵触情绪，我就升高盖主，因为我这么多年了，几十年了，都是跟从江泽民打交道，从胡锦涛，从习近平打交道，我得出一个结论来，这个党啊，这个中国共产党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呢就服从领导核心，这个是自上而下的这种啊，这个党的就党的这种民主集中制啊，所以说我们尽管党内有不同声音、不同的政见，往往正确意见呢，真理就在少数人手里，但是不一定啊，你有真理不一定能行得通，所以呢，我就留有余地。我留着啊，将来总有人他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之后会给这个党中央啊，给这个习近平、邓小平啊，江泽民、胡锦涛啊，大家有个看派。我因为我留在这里，因为历史上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了，大家会讲到这个李大海作为中共党员，对党提出这么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是你还要有表达意见的正确方法。我通过了这个组织形式，通过基层给党一层一层逐级下情上达给中央反映，结果也不一定能够奏效，因为这个上面的整个一个团队。政治局都认为是按照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其他的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所以说呢，你任何的自己别出心裁，你自己另立说什么同心同国呀，立心求真呐、共建家园呐、这个依法治国，这个都听不进去，特别是在权力还不太稳固的时候更听不进去，因为他们拿的就邓小平理论就是一个钟馗，就打鬼嘛。这个是在经过这么多潜龙勿用，我觉得这个需要我的这个积累和沉淀啊，需要这个不断的讲，因为我们虽然是讲科学讲理性的，但是也要讲的忍耐，要这个党性，对吧？要服从党，这个全党服从中央，要有个服从这么一个，不是说美国我就自己有什么事情就自由就说出来，这叫自由主义啊。所以我们呢要在我就按照这个渠道，所以党有这么一个渠道呢，所以我一般的来讲，我们也不去暴露自己，不谈自己的个人观点，只谈党的这个原则和路线，自己呢。个人意见保留个人意见，这是共产党的一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啊，全党服从中央啊，就是造这么一种领导核心的这个中央的一个权威。我到美国来这个问题呢，就确实是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啊。我来了三年，也是在我一来的第一年，就给小布什呢就提出了一个新美，就感恩的时候我就提出了一个新美国人、新美国城市、新美国这个形象，因为我和我的外孙一起，我外孙诞生了，我老婆来是来帮助他坐月子来了，我呢是在这退休以后呢，到美国来呢，重新了解美国，这叫重新做人。开始我黄金时代的又就老就叫就叫做这个
这个老骥伏枥啊，又得开始了我的新生活，啊，就是获得一个新生。我不是认为我自己婚，就是我的开始一个走一个新的一个生活来探索这个新生活，那么就是要做新的美国人嘛，我要做一个新的美国华人嘛。虽然老了也从就是人，我有一个那个30岁以前，我是在那个工农兵啊，就是农村的三大实践，上19岁以前上那个上学啊，小学、中学，然后呢那个上山下乡，然后进厂，啊，然后30岁呢上大学，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掌握了这个计算数学，这个掌握为四个现代化而服务的一种思想、一种工具、一种知识，丰富自己的知识。我觉得大学确实是给我这个学这个数学，确实是很有用，对我这个思想方法，对我这做人呢、很有用，很有用，要留有余地，啊，一个保持这一种学习这种精神。同时，大学里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让我做学生会主席，啊，大学里3年级的时候我入党，到今天啊，我是40年党龄的党员，所以作为一个党性来讲，应该是说，啊，既服从中央，又有自己的一个自由，就是我对一些不利于党、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有一个反应的渠道，啊，就是把直接下情上达反映中央。过往言之，什么叫过往呢？你把它讲出来，比不讲好，啊，你大大方方通过组织条件，你不要去搞小团体动作，你不要去搞，你不要去搞那个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活动，你提出来，你把观点亮出来就对了，啊，自然会有人去分析你，他接受你就说明采纳了你的意见，采纳了你的意见也不一定就是你就正确的，啊，不采纳你意见也不一定你就不正确。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对跟这个保和与党中央保持联系。我这个联系不是做特务的工作，我不是反映什么东西哪些东西，哎，我去告密告什么密，不是那样的。我是只是谈哪些工作，哪些对，哪些不对，啊，所以我们不是做这个汉奸，啊，我们不是汉奸来跟着中央专门对着干。这个叫做君子和小人是两回事，啊，我习近平，啊，那个邓小平，他们这个在认识上有偏差，有过错，啊，有些认识不到的地方，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实践，因为他们没有进行这个调查，他们没有进行这个精确的长期的积累，因为这个对台关系也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今天我是叫量变到质变，今天我们提出一个 T2 idea， 这个叫做质变，这个就是提出一个啊三全其美，就是台湾人怎么样的，就为渊趋于为从趋怯啊，大陆人得到台湾这个土地啊，就是台湾的问题上啊，就邓小那个奥巴马就说的话，就叫呢我们尊重啊，这个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叫，所以我就推荐啊，推荐的什么呢？那个奥巴马，因为他和拜登都非常熟悉中国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要比他们在这个民主党呢，在这个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呢，比共和党更清楚一个中国的政策，一个中国的建交三公报、台湾关系法的定位。台湾关系法的定位就是人民的定位，是内政的定位，所以我就更加细化了一下，是美国的内政，不是中国的内政也可以。中国这些人他要离分离主义者就让他分离，而不是说他人分离，而不是把台湾分离出去，而是把这些人分离出去，这个就叫做 clear，
就是精确打精确精确打击，所以呢，这个叫所以这个党这个习近平这个2019年这个讲这个台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是个把台这些人呢说啊藏污纳垢啊台湾人治理台湾那个方案，我认为这个不妥。我认为这个习近平这个2019年这个告台湾中，他们说有当中有陷阱，啊，完全依靠台湾人以香港模式这个一国两制的模式，就是一个错误的陷阱。台湾人治理台湾，这个本身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就必然会走向今天的乌克兰这样的形式。乌克兰这样就会导致将来。台海还有一场战争，所以台海的问题是战争没有不彻底，革命不彻底的问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啊，习近平没有看到这一点，啊，一直强调的和平方式，和平方式对，我这个就是最大的和平方式，就是我们的对手，国家的对手就是美国，不是台湾当局，不是中国国民党。也不是中，你把寄希望于中国国民党和寄希望于民进党和台湾当局，寄希望台湾人民，这个来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之的。台湾人民是被，这个台湾当局所绑架的，所欺骗的，就像乌克兰人民，他是被泽连斯基所绑架、所欺骗的。所以，德乌冲突。本身是俄国和美国的一个这个代理人的战争，我们现在对面对的也是美国，台湾就是美国的代理人，这叫依附台湾这个当局，台湾人民是依附在美国这个台湾关系法上面的，台湾关系法是把台湾人民作为美国人民来处理的，这个所以大家这个关系啊。这个叫做两难选择，未知结构。我相信习近平是清楚的，但是呢，他又不愿意来用这个，不愿意把这个说出来，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主权，他不愿意来说台湾这个领土是中国的主权。我再说的再准确一点，我再把台湾这个分解成四个，把那个是。台湾有四个东西，一个是台湾的主权问题，一个是台湾当局，就是政治组织这个政治组织不需要考虑它了哪一个朝代都可，哪一个政权接管，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台湾之后，要组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省的这个主权，而不是像台湾这样的由台湾地方的台湾人治理台湾，这个不行，那个法律也不行。法律一告那个中华民国宪法，在中国来讲你行不通，你不懂，所以你将来就会打套入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那个，所以张亚中提出了一中三陷的方案，这个是个陷阱我这个就九大陷阱，我回头在这里我不在这里赘述你自己去，你按照这个什么的话，你逻辑学，你只要可列的，你真正懂得法律嘛，自己去发现，我留这个题目给全党，给中国十四亿这个给共产党8000万党员留出一个课题来，九大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呢有九大陷阱，习近平提出来这个，邓小平提出来有九，分别有九大陷阱今天习近平在那发表的一国两制在这个行稳致远我今天就提出了一国两制在台湾有九大陷阱，香港也有很深的陷阱，但是我不去接它了这个问题就保留吧，我的意见就保留在台湾问题上，因为你没有解决，你没有定案，你没有推出一个可行，真正是证明你的方案是正，如果实践证明你的可行的话，那现在台湾问题解决了，正是因为你40年来这个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新政四代邓江胡习四代人没有解决台湾问题，那我一直在提出同心同国立心求真，对吧，然后呢这个依法治国那个共建家园
依法治国就是你就要在台湾派军队了，这个法律授权给你的你就要去执行了，你执行不了你就让给别人来执行，这叫共和制，而不能够在这里啊。那你这里问题就牵扯到矛盾了，我就不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不是一个终身制的国家，它是任期制的一个国家，我这话就点到为止了。所以你国家你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就是说明你政府有问题，政策有问题。我这个话就点到这里，啊，留有余地让大家去想。我今天讲呢，这个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叫做，啊，大家叫做修昔底德陷阱，不对。这个就叫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陷阱，啊，这个就是一个两难选择的未知结构。大家都听过那个余秋雨啊讲这个那个两难选择的未知结构，文学的两难选择的未知结构。现在台海关系、中美台三个关系就是未知结构，啊，这个未知结构呢有很这个结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什么叫做未知结构？我把这个未知结构大概不要讲的太抽象。这个结构呢，它有三层结构。美这个第一层结构是联合国这个结构，这个联合国这个结构呢，就是最高层的一个结构，啊，就叫做一个体系，啊，一种规则，一个不要，两个必须，一个体系。一种秩序，一套规则。这个联合国规则，我们必须拿起这个工具，啊，这个工具，如果我们不拿起这个工具，就辜负了，啊，罗斯福创造这个工具的，啊，那些为这个工具牺牲的这些，包括历史上这个为二次世界大战牺牲的这些人们，各个国家的人们，为这个创造联合国这个工具的一个人们。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高层的一个利益，这个叫做一个体系，一种秩序，一套规则，啊，这个第二层意思就是中美之间同意的，大多数国家都同意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啊，这在全世界来讲大家都承认的，但是美国这问题提出一个保留的意见来，三个联合公告。就讲了1979年1月1号以前，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1911年1月以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这个话就成了两个了，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1919年1月，以后还承认中华民国不承认？啊，他认为当时这个以后就不好说了，那个美国那个三个联合公报，这个台湾关系法就没1979年1月1号时候就没讲清楚中华民国还存在不存在，没讲清楚，只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就讲了一个不确定因素，两难选择，这个留下了一个两难选择的一个未知结构，这个结构呢，这是第二层意思，就是我把台湾这个土地和领土，就是说白了。就把台湾这个领土主权，啊，是归于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人民，我把它抽出来，作为美国人民的内部矛盾，就是内政问题，啊，国内法的问题来解决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经贸法律这个关系。同时，他认为，当你反对这个中国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讲清楚啊，啊，你只是说你希望他啊不用武力，现在是战争状态，你怎么能一个战争状态，就像乌克兰现在是战争状态，你能左右乌克兰和泽连斯基就和那个普京就不打了吗？因为这个主一个是从如果从蒋介石来讲，蒋介石要收复失地，他肯定要那个反攻大陆。而大陆呢，要这个要把收复台湾这个失地，啊，
你说能不打了吗？你就这个土地没有到手，这个目的没达到，你能让他土地换和平吗？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无解，啊，也就是14亿中国人无解，原来6亿的时候无解，现在来讲14亿还是没有找出方案来。而我现在就给解答了一个方案，就像卫星中断反导一样，啊，我给这个方案提出个解决方案，土地换和平，啊，而且根据现在的形势，主权性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那个三个公报，还有美台关系法6项保证，就是把人给分出去，啊，想分离的搞台独的人分离出去，从台湾这个土地上那个分离出去，他们不允许他们有参政权，啊，爱国者这个治港嘛，啊，他不允许他搞，而且台湾不是台湾人来治理台湾，是全中国人民来治理台湾，这个我和党中央啊，和中那个中央政府这个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策完全不一样。我认为台湾的主权是全中国人民对台湾的主权，不是2300万台湾人的台湾人。你如果让台湾人住进台湾，就形成了2300万人就是具有台湾的主权。这个就留下了一个国家统一台湾的一个统一台湾的一个政治陷阱。啊，我们。是不得已，为现在台湾这个问题，香港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这样，为不得已，我们现在香港人治理香港，留下这么一个试验基地试验室，留下一个试验田，它本身这个试验室的结果来讲，它并不是像当时呢，像那个邓小平设计的，完全是那种模式发展。就滋生出来台独和那些设法的一些根源，啊，若要问渠何时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源头，这个中央没有解决好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认识问题、理论问题，啊，也就是反导问题，这个破除这个陷阱和这个智库啊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以后还会爆发。但是台湾问题我们看到，台湾问题就是现在就要和美国的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20大前我们就要争取时间，多少是从来及，啊，10000年太久，只能到这。我们因为我的力量不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啊，在一个基层广东啊边缘地区的一个边缘人物，啊，边缘的一个退休的一个啊，不要说是一个普通党员，啊，那么我呢就希望美国这个既然是谈判对手是美国，对美国政府对中国中央政府，那么就希望奥巴马是前政府，那么拜登呢是现政府，特朗普呢现在因为他现在像李尔王，他现在已经把这个土地分出去了，他已经没有这个，现在退位了，他现在暂时不在位置上。如果2004不能解决，啊，那我还是那个共和党的这个那个宪章梯队、宪章团队的 team 叫 member， 啊，所以如果将来那个拜登和奥巴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接下来那么就留给了啊共和党时候我还继续战斗。因为我是这个这是啊，在这个1月6号以后啊，这个2021年以后，这个我一直6年这个在特朗普2016年以后就我是白宫的那个总统的公民嘛，所以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责任感，我就是帮助美国政府总统来提出我的一些建议，公网言之公网听。当然没有采纳，他采纳是另外一种意见，啊，那个蓬佩奥的意见，采纳了那个余茂春的意见，那不等于他完全否定我的意见。特朗普他把我作为一个爱国者，他给我的一个冠，那个米歇尔和奥巴马给我的名称叫总统的公民。
特朗普管我叫做爱国者，哎，我认为这个帽子也可以啊，我以一个个人共产党员的个人身份参加了那个共和党，每个月我交39块钱党费，我给他募捐39块钱，我交共产党的时候党费是10块人民币，为什么要交39块钱呢？哎呀，那个，他不停的叫募款去嘛，但是我按照我这个习惯和认知，我每个月的5号之前交39块钱，啊，这个党费，这个就是我维持这个，就是我以个人名义，就像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一样，啊，我既然来到美国，我无党无派啊，我在美国我又没有参加共产党的组织。对吧？这里又没有这个共产党的党支部，对不对？啊，那我就参加美国这个共和党和我就参加美国民主党这个总统的公民，我跟参加白宫的领导小组，啊，我提意见，啊，参加一些问，就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吗？要关心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大事吗？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到了美国来讲的一个个人自由。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既然我是啊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啊，你就要相信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也不会去叛党，对吧？但是我会给党里提意见，对吧？你这个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个方法有九大陷阱，这个是我提出来的正面意见。我把这个意见用文字，对吧，表达出来，不是用以前没有那个 email， 现在没有这个这么 email 和这个网络这个媒体，我就用这个写，这个东西有历史档案是可以查的呀。就这个就反映了说我对党的一个忠诚和义务责任，对吧？对这个人民负责任，对吧？也是为人民服务，为做一个战士嘛。提出我的一个观点，啊，如果你认为这个我讲的是真话，对不对？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事实为依据。这个法律为准绳，哪个人要能驳倒我啊？那当然你可以，我有很多的，我有，那是我的过错，但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啊，对吧？你我认为我和你的观点不同，但是我是啊，我要把我的一观点给说出来，真的，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清楚，怀疑、质疑啊，才是创新的一个。啊，才能够产生创新。你不怀疑，什么都服从，就没有创新。所以中国的创新能力啊，一般来说，这个创造能力，因为制服了，他不允许你提出啊，就按照规矩办事，不允许你自己别出心裁。这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家体制、举国体制就是这么一点的，是吧？束缚了一个生产力和思想的解放。所以我们的创新能力不如美国。那么就是一个思想这个没解放的问题，这个是我也是，这个我们讲那个这个，我再把这个未，这个叫未知结构啊，我们把这个讲了，就那个余秋雨说这个未知结构啊，这个他举的讲的很详细啊，举了很多就西厢记啊，这个是，这个今天呢，他就讲这个，讲的。他讲的是文学创作中的文学结构，我是讲的是两岸关系中啊，美中台的未知结构。我今天讲它的未知结构有这三方面有一个特点魅力，它具有永恒性。什么叫做永恒性呢？就是它由于它有两难，由于它的结果是未知的，所以你永远得不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就像那个导弹，你它的结果只有在你碰撞上了之后，爆炸了之后，这才是啊结论就出来了，你打中没打中。所以啊，这就像呢，中国的儒家文化呢是一个农耕文化，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这个是我今天我春天我把这个种子啊，这个佛手瓜的种子种下去，将来它就长出结出来的就是佛手瓜，
就佛手瓜的大和佛手瓜的小的问题，佛手瓜的品种呢，就是说它就是那个品种啊，就是说你可大可小，是吧？但是品质就是那个 DNA， 就是它那个长出来的 DNA， 这个叫做可控的，啊，就是可以预期的，可以确定的。但是美中台这个关系是不确定的，这个就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不确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航海啊，大家都知道，出海呢，就是不知道彼岸在什么地方，你要到达的彼岸在哪里？那彼岸，你对岸在哪里？啊，你这次出海能打到多少鱼？这个是不知道的，是未知的。嗯，那么也可能昨天他另外一条船回来了，他告诉你在哪里哪里哪里有发现鱼群了，然后你就去，然后就去开个船就到那儿去抓这个鱼群，去捕这个鱼啊，去捞这个鱼，或者是你到哪里？你这个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不知道新大陆在哪里，他是一个不确定，他的结果是不确定的结构，这个就叫做未知结构。航海这个海洋的文化就是一个未知结构，就像你提出来了，那个现在为什么那个今天7月1号，邓小平提出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是从邓小平这个愿望出发，让香港人民来接收，就是从中央做的决定，香港人民来接收。香港人民不接收啊，那么现在也不得不接收。这个就是说我种的瓜，我种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瓜，你要接收，因为你是有权利的，中央这政府是有权利的，他可以是让你收割，你就按照我的办，按照我这个规矩办，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规矩办，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你去拿时间检验，检验不行，那么我现在25年的检验这个可以，那么你就继续按照这个检验，这个叫流程管理了，这个就是说我就确定了，这个叫确定的关系，也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关系。台湾关系是不确定的，台湾问题你不能用解决香港的问题来解决这个台湾问题，这个就是几个方面叫形而上学。李鹏就说啊，香港的行政通那个台湾的行政通，这个不对，这张鞋你穿行啊，他穿就不行，你换一个人都不一定行啊。你老婆穿的，你老婆鞋你可以穿，但是我那个外孙就不能穿，对不对？这个就是说，因为我对我老婆有个信任嘛，她的就是委屈一点，我也穿了，大小她穿39码，哎呀我挤一挤，穿个小鞋我也穿了，就穿进去了。这个就是我委曲求全，啊，但是我那个我的外孙他没有必要去委曲求全，干什么呢？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哎，他就是这样。现在台湾问题就是这样子，他认为他是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实体，他对现在作战也好，做什么也好，他是团体要那个方面，那么现在他要搞分裂，经过了40年的一个斗争啊，政治斗争是。啊，还有那个人民之间的这个经济贸易斗争啊，你收买的政策要什么政策，你已经所有的政策千方百计，你已经能拉的就拉，已经大家都知道你一国两制，你的惠台政策，你怎么样优惠，你怎么把它当成皇帝，他都不收你，你把它供成神仙，你惠台政策、惠学政策，你那么好的政策，你那么高价的人买他的农产品，比中国的家庭还高得多。你坑了中国大陆的人民，来委曲求全，让台湾让收买台湾的人心，台湾都不买你的账，情何以堪呐、啊？对吧？所以大陆来讲，要从这里吸取教训，不要像苏凤莲说的话，我们是有耐心的，啊，我们一定以直报德报怨，以德报怨，以直报德，这个是儒家的一种啊，这是儒家的一种想法。俄罗斯他不是这样的，俄罗斯就是跟你干脆，对吧？战斗民族，美国也不吃这一套，对吧？只有儒家这个讲究这个委曲求全呢、啊。日本人也在讲儒家，反正儒家的地方就讲这一套，弄虚作假，讲假的。那么未知结构它是两难选择，就是台湾人呢，你要搞独立，你就不要在台湾，
你就可以到美国去，这就是我跟你讲的。你要是想留在台湾，你就要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代表中国，代表中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哎，这个就是你的选择，就这么两种选择。你不愿意这两种选择，你愿意就以武力来抗争，那么你就选择战争，那么也是一种归宿。啊，你就乌克兰和这个乌克兰模式、武统模式啊，乌克兰模式这个就武统模式。哎，这个就是我今天讲到这个具体的，它不确定。你今天确定了，他明天又不确定了。你今天这个就像那个奥巴马也好，跟那个哪就访华的时候，他已经确定了台湾的啊，尊重台湾的中国主权的完和领土的完整性，讲这个已经讲到点子上了。台湾这个土地就台湾的主权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的啊，这个领土是代表中国的，但是台湾人。是台湾关系，按照台湾关系法，啊，我把这个人驱走，啊，这个人驱走，或者说啊，这个就叫做一种永恒性。这些人到了美国去，他就变成了美国的台湾人，啊，他可能将来从美国回台湾，他还会回到，他已换了一个身份，他还回到台湾来捣乱破坏，啊，这个搞台独，啊，煽动台独，这个还会，但是这一波已经过了。这个时候国家已经统一了，这个性质就发生质变了。现在只是量变，现在量变是什么？台湾人的大多数现在量变呢，是不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是承认中华民国的人，他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啊，这个是占绝大多数，但是他是摇摆的，这个是不确定的，所以这个是两难选择的未知结构。哎，我们今天就讲的这个未知结构，这个是 know how， 就不确定的，它可以永远得不出结论。但是我这任何的永恒的作品，它的魅力就在于它永远得不出结论了，对吧？所以大家就认为这个政策是永恒了。这个永恒就是我们这样子就把这个蛋糕做大了，把这个蛋糕切好了，就比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个蛋糕做得大，更大一点，就是我们和美国一起来做这个蛋糕，而且把它切好。你美国要达的，你要达到的目的，你就是要把这个外交问题变成你的现在国内建设。你把这些台湾人、台积电也好啊，那个什么蔡英文也好，把这些人啊，那个民进党人啊，他们要自由，追求这价值观和你相同，那你就把他们招降纳犯。就收到美国去，这个跟美这些反华反共的人也不是一两个，对吧？要多少有多少，那么说什么什么那个法轮功也好，是什么，还有过去来讲，那些叛逃的人，包括我这些都可以嘛，都有很多人嘛，多少人都可以，他既可在美国，他可以反华反共，也可以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是不确定的，啊，永远得不出结论的。这就是未知两难的未知选择了，啊，你要的就是这个未知选择。每代人有每代人进入的思考，每代人又得不出一个完整的结论来，这个话就叫，这个大文学家就说呢，这就叫做作品的永恒，这就是美中台这个关系、台湾关系的永恒，啊，中华民国台湾问题是永恒的这个问题，这一代人一定完不成这个选择，啊，他又把这一代两难选择交给了下一代。邓小平没完成，对吧？又把交给了江泽民，江泽民也没完成，交给了胡锦涛，胡锦涛也没完成，交给习近平。习近平看这个眼看着二十大前完不成，又想要连任，结果是采取什么方法？没有找到，不确定，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哎，我现在就给你提供一个方法，就叫做蛋糕做大，一分为三，对吧？而且。千万注意，不要搞香港的模式。我坚决反对用香港的台湾人治理台湾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就叫做封建隔绝方式，或者叫做封建隔绝，或者叫做什么呢？台湾人治台湾就是啊两国论。主权，你即使主权拿回来，你住的那个。
在台湾驻军，你那驻军就像香港的驻军一样，是个稻草人。你要完完全全地把握住台湾的主权，真正的把台湾当成一个练兵场啊，就变成这个第一岛链，是中国的第一岛链，这个才叫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台湾，而不是啊中华民国的台湾，是全称的应该叫做人民的中华民国的台湾啊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主权。所以这个问题我今天呢七月一号习近平讲话啊，在那个呢一国两制治理香港这个问题，我姑妄言之，我不提出反对意见啊，因为大家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再看，对吧？问题出来之后再变。你台湾香港我认为是应该是全中国人民的香港，而不是台湾人香港人民的香港，这一点你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人民就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啊，香港人有这份权利，全中国人民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权利啊，这个叫法律，法律在面前人人平等，你怎么能搞出一个特殊公民来呢？这个就是我们立法当中就把总是把这个自己当成一个特权阶层，所以要培养这个特权阶层。为什么骆家辉做大使的时候，他把自己打扮的和一个老百姓一样啊，带着包带着行李和一般的旅客一样，这个就是一个美国的风格啊，牛仔精神啊，这个一代一代有一不一样，大家都你认为这个要有特权好，那当然安全需要嘛，嗯，或者这个待遇需要嘛啊，我们希望能够在二十大之前国家是完成国家统一，这个叫大团圆结构啊，我把案件赢了，但是现在没有人去执行，我不具有执行能力。大海在这美国嘴巴一说中无大用，纸上谈兵啊，对吧，夸夸其谈没有用处啊，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力 power， 那么我就想借助谁呢？借助这是借东风，我就借 Joe Biden 的这个东风。我认为啊，沙利文呢，还有安东尼这个布林肯呢，他没有经过这个中美关系的交流，他对中国的了解还是肤浅的，停留在这些文字上，停留在自己想象当中。凭着想象当中，你不是实践，就出不了真知。而拜登和那个谁和那个奥巴马。是经过了八年的这个多次的往返于中国大陆之间，对中国的建设，对中国的人民和中美之间的人民的热情有充分的认识，充分认识到中美之间的这个结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T2 idea， 这个结构是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个国家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合作中有竞争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依，唇齿相依的这么一个过程，如左右手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我的判断。我就要，因为我有这个判断，现在还有100天的时间啊，七月一号到十一月，这个七八九十啊，100来天吧啊，七八九十四个月，100来天。对吧，这100来天如果我们是只争朝夕啊，把这个分成那个重要的和紧迫的事情先做啊，不重要的那个不紧迫的事放在一边，台湾这个事情就是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你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就说奥巴马呢啊，你们先拜登的这个团队，民主党先统一思想，内部同意了之后，这个结构同意了，就像那个尼克松和那个基辛格，这个首先这个决策层核心领导核心同意了我这个方案 T2IDEA 这个方案，你们同意了这个方案，如果按照这个执行，美国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你劳动力来了，资金来了，而且把14亿中国人的人心收回来了，买回来了，
你把习近平拉回来了呀，啊，你行啊，你征服了他，这个 rewarding 啊，这个回报是 rewarding 啊，是大的，就超过远远超过台湾的一个，这个小小的地盘，你看中这个地盘还是看中这个整个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啊，这个中国共产党和这个中国人民将来的向往美国这个向心力，这个是一个未知结果，是力量是无穷的呀。可是永恒的美中关系不是你现在打的基础，是十年前就打的这个基础。你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你在2008年在斯坦大学讲那个中美关系的时候，就已经打下这个基础了。你奥巴马在上海在那个三次访华做的报告做的讲演，就是你打为今天打的基础。这中美关系解铃还需系铃呢，你今天就是要维持。这个叫做初心呐、啊，牢记使命啊！你当时立的使命啊，是因为你是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副总统，当时有这个决心，而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市，没有培育好这个市场。现在这个市场和环境培养好了，但是你又现在成了什么呢？现在你的权力又变成一个摇摆不定了。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就受着这个反华势力，美国的反华势力的怂恿和挑唆。还有一些台湾人的收买，还有一些欧美的一些政客的钓鱼，把你钓过鱼，让你利用威逼啊，前后夹击，让你把这个进入把中美关系拉入冷战这个漩涡当中。基辛格说了，你这次再拉入这个冷战漩涡，要比以前的冷战更加残酷，更加危险，更具破坏性啊。所以你这种的冷战，这个特朗普这个已经这个加关税这个制裁已经告诉你一个初见端倪了，就引来的天都不平了。COVID-19 这个就降临降临到这个美国市嘛。所以说你的现在我叫做悬崖勒马，急流勇退，啊，那个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们叫做隔岸呐、啊。壮士隔万，就是把台湾这个土地，台湾这个领土还给大陆，啊，把台湾人你不愿意留的就留在台湾，你不愿意留的你到美国来，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你愿意去日本的去日本，啊，对吧？在那里去重建家园。我60岁，我一样走出来嘛。那些年轻人为什么不能走出来？我在大陆还有那么多资产呢，我也能放得下吗？我就抛弃了吗？我就是我女儿在这里，这是我最大的地方，这是我梦想的地方嘛。美国是你台湾人梦想的地方嘛？你既然是台湾，这个美国的大门又给你敞开了，你台湾人犹豫什么？你还想什么？你就不要做那个渔夫与金鱼部那个老太婆，那欲望这个欲望一那个欲望。欲望无穷，你只要是你只要觉得你是寻找民主、自由、人权，你就到美国来，这不是你的地方吗？这就是你的天堂吗？你还要到哪儿去？你在台湾，你只能是等待你的只是灭亡，你何必呢？你何必自找苦吃呢？你的德伦斯基这不是一样的吗？你避战，什么叫避战呢？你现在躲避这个台湾这个是非之地吗？这个就我选，我没有号召力，我没有那个权力，啊，但是我也有说服力。你愿意来，我欢迎。Welcome, you are welcome。朱立伦说的 "We back, we are here"， 哎，对呀，你就 here， 你在这里建家园，我们这里有土地呀、啊。你好好去经营你在美国这个重建家园吗？哎，我今天呢，就讲了这么一个逻辑方法，啊，思维方法、分析方法。我认为我选择了，啊，我看中特朗普有这个能力，我就成全特朗普。特朗普就是现在的基辛格，美国的基辛格，成就一个人啊，就是，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也觉得这个是个未知结构。特朗普相信不相信我，我觉得这个事情无所谓，啊，我 do my best。我只能提出我的 idea， 你信不信由你，做不做由你，
行胜于言，你去做了，成就是你，成就了自己，而不是成就了我，啊，你做成了，是成就了美中人民，啊，美中人民的和解了，台湾问题解决了，这个是天下幸甚，千流芳千古，美国人人民将来都会跟你学习这个，像就像学习尊敬基辛格一样。诺贝尔的奖金，诺贝尔的得奖也好，啊，那是什么呀？啊，在这个光宗耀祖也好，啊，对于我们夏威夷人啊，树立个丰碑也好，对美国这个少数族群啊，树立这么一个聪明的一个奥巴马，米歇尔，我当然也支持了。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啊，众议长，啊，米歇尔站出来，等于十个佩洛西。米歇尔头脑 clear 清醒得很，就是因为当时因为照顾孩子，在奥巴马那个什么奥巴马那个住白宫的时候，因为照顾孩子，所以不免耽误了一些事业心。现在孩子也大了，重整旗鼓，冲出江湖，这个叫做我是恳请奥巴马出山。我今天呢。今天这个短视频呢，这个题目就是感谢这个我人生当中遇到的贵人米歇尔奥巴马，也感谢拜登总统，也感谢这个奥巴马总统。我希望在你们的这个但行好事，因为你们的时间在执政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想要执政的时间更长一点，就要看你们现在有没有下定决心争取表现。争取表现可以在十一月，结果第一个考验，第一个赴京赶考，赴京赶考一定要去中国，百闻不如一见，你说的再多，口水再多，电视再多，你不如一见，你亲自到了中国，到了上海，到了北京，到了四川，那一面。等于你千言万语，好多话都就人家才相信你说的话是可靠的，你才能取得他，你真相信你把台湾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原来去的是空手套白狼，现在去的是带着真金白银，带着台湾这个地方，你把中国的土地还给台湾，也不需要你美国出钱出什么呢？出力啊，可是你回报的是多少金钱多少利益都回来了，这个就叫做价值观不一样，你的收获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切蛋糕分蛋糕，我们利益分配，这个纳什博弈叫互补性竞争，你要的是台湾这个土地，我要的是台湾这个人，你要的是我得到的是改革开放，你要的改革开放我来支援你基础建设，对不对啊？来带动你的基础建设，天下幸甚。你这就是 Beyond， 就 Success on the other side， 你走到了另外一个对，走向对岸，你走向彼岸，这个彼岸是可以看得见的，太阳已经在从地平线升起来了，啊，东方的太阳也好，啊，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拜登现在不是夕阳无限好，啊，微霞尚满天，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做一个伟大的作品，就是在做一个中美合梯度未知结构，由我们谁来做？由你们这个总统和这个习近平主席啊，在这个宝塔的最上面，由我们这个人民亿万人民美中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来支持这个宝塔，提出 idea， 机遇改变命运，现在的机遇大于挑战，啊，一定能够成功。